我家之前哦，应该叫大家统计了。今日咱就先讲啊，讲完了后，咱是啥物代表的？讲完要丑化中国安尼啦，听无？你了讲两句话哦，要厉害死啊！我讲一下咱个故事来听，我讲你讲足个人唔知影，即我讲一个故事，即阮太拢知影，我内面我讲知影。我家之前哦，应该叫大家统计了，你可能唔相信哦，我叫中国统计。其实我以前哦，我无咧直播，我家己当作咧生直播，生直播就录内幕，你听无？啊！我家己嘛录内幕，害人。所以我太太当时是甲我讲，为啥我袂使去？我唔是讲人咧白平台甲我，我贵，我要搞500万，千元就叫我贵。我唔爱讲你录内幕，你阁贵，你贵要害死这个人。你家己内幕录偌济？讲真，我了后才讲真啦。我无好少讲啦。我是这两个平台吼，我只遐耍啦。哦，啊，到讲真咧，我唔是遐看明仔唱歌，我只遐做啥？我只遐咧做慈善啦。这两个平台你也去问了后，才大家拢知影。啊，我著甲主播讲有熟识嘛，我著甲主播讲安尼啦。你即摆吼，甲囡仔吼，甲带去买书衫啦。啊、我出钱啊！啊，因个维系足好方便，然后了钱拍过啊。啊，囡仔又去买衫，啊，我嘛去共起学校啦。我一个小学我嘛总共起啊。我救济啊啦，我救啥物流浪的人，我救到济，我都安尼讲啊紧啊。前前后后安尼啦，咱女啊妹啊嘛有啦，咱袂晓讲拢无啦吼。老实讲，前前后我女超五千万带去内底吼，妹啊我女千万啦，女啊遐去食啦，遐袂得过，女超四千外万。啊，我嘛共起学校啦，起教室个啦，啊，学生啊买啥买桌啊椅啊啦。坐啊啦，我冇买猪啦，买鸭啦，买鸡了啊，啥个拢有啦，我阁帮人起厝啦，啊开袂少钱啦，啊所以咧当暑假对主播也去翕相去听，我顶看直播咧，哎呀呀，无人看，咱都看到有够散无够散，啊这散这散，啊散了伊就，啊大你看要捐偌济，来捐500500，啊这捐1000，啊你遐买只衫啦，啊厝啊尔，袂厝内无冰箱无啥，啊来甲买只冰箱啦。啊！这主播就安尼哪行哪行，你操！伊会传真，伊会来。有当我来讲，即个伊遐直播，我无一定，我无大家看到咧。我来公司上班，啊，伊有我微信啦，伊就去翕啦。翕完了，伊就传阿外兄。啊，乖！我即摆是摸一个山头啦，我即个囡仔真可怜，你看嘛，我斗三搞，我无问题啊。啊，就看微信，咱就甲回甲回，听。啊，渐渐是咱相片愈摕愈侪，拢一寡可怜相片。有一届啦，都那时啊，咱就先讲啦。讲完了后，那是什么态度的啦？哦，啊，讲实，我了后那是什么故意要什么？丑化中国啦！讲完要丑化中国安尼啦，丑化中国，你面只斗相共偌济人？啊，剩下这两三个主播吼，拢去遐可怜囡仔，你知道？啊，起码伊就传来我，我就摕出来我看嘛。啊，看了后，伊就讲啦，我是故意哦，叫这主播去山顶去翕一挂可怜囡仔，啊，传来我，我才传去全世界，传我啊，中国出神了咧。啊！你买什么人穿？全世界都无啊！啊，无了哦！伊落尾这主播，这主播落尾直播一关上，去啊中国警察抓去，当场了都 copy 啊！你关40几天啊！啊，关40几天了就安那，伊变成共犯，你听有无？到我了后，那是共犯，到我了后，那什么故意什么什么的丑化中国啦！啊娘的，你别只关5000几万，讲你别丑化中国，恁老师咧较好咧，恁娘，你若去歪歪问我这人就问我啦，还是去啥胡言问我这了后，那就问我啦。啊娘喂！你咪只关我6000万呢？你敢要讲什么丑化中国？老板，我来是笑着搞讲，中国被法院调我，啊，都无咧调，要都调，我一条要调，都无啊。啊，无了要哪？我来起来统计啊，就是安尼。所以我你讲你后头即摆起来中国统计，对我你讲是实在话啊。三立新闻网，台湾前三大新闻网站，影片累积观看数超过30亿。94要客诉。2020台美4次大选蝉联发烧影片第一名，人生惊叹号，台湾最温暖正能量的人生故事都在这里。订阅三立新闻网 YouTube 频道，并且按赞开启小铃铛。国内外大小事，下载三立新闻网 APP， 及时新闻不漏接。